修顺中华老人服务协会2024年第一季度会员庆生会正式开始。今天的开场呢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开场，请我们的香香老师带领他的团员热闹进场，有请香香老师，掌声欢迎香香老师。
谢谢谢谢香香老师，香香老师每一次的舞蹈给大家都是耳目一新。第一个就是服装，服装非常的精致而且耀眼，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，谢谢香香老师。这个名字叫星光，我们拭目以待香香老师的星光。哇，又是一套非常精致华丽的服装，掌声欢迎香香老师。星光照亮你，花朵朵朵，一切追逐的情。
谢谢香香老师，每一次香香老师都精心编制舞蹈以外，还有他们多姿多彩，你看到没有，这么漂亮的服装，也象征我们住在休斯顿的人也是生活的多彩多姿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是很幸福的一群人。谢谢香香老师。